乐天桃园啦啦队员林湘近日 IG 粉丝破120万，经营 YT 穿搭频道也有超过14万订阅，人气相当旺。他受邀来到台中担任手摇饮料店一日店长。Hello，TVBS 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林湘。我有吓到，就是有意外到，就是竟然下雨还这么多人来。虽然就是今天开幕下雨，但是我觉得遇水则发嘛，所以觉得他们之后生意一定会非常兴隆。林湘除了开幕剪彩，粉丝最期待的就是能跟心中女神互动。那个我们便当盒的那个，那个是便当盒，是我们球场便当盒盖，好可爱。来，我的生日是1997年9月5号，答对。合照签名这些基本款之外，还有在柜台帮忙点饮料。其实在学生生涯中就是有打工过，在饮料店打工过，所以你不觉得我刚刚在做那些的时候看起来蛮顺手的吗？林湘笑说，有粉丝故意出难题，说饮料甜度要点跟他一样甜，或是请他帮忙推荐，取餐前还要拍照打卡。林湘来者不拒，也让饮料店开门第一天人潮就挤到马路上，造成小轰动。外带91号。江总掌握资讯，时间交还给黄磊主播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